大家好，我是阿米，欢迎收看看跨境叫阿米的阿米秀，每天一分钟为你分析跨境电商最新消息。太阳镜也可称之为墨镜，做遮阳之用，特别是在夏天需要采用遮阳镜来遮挡阳光，以减轻眼睛调节造成的疲劳或强光刺激造成的伤害。但随着 Z 世代新的消费理念诞生，太阳镜更多时候成为佩戴者的装饰品，成为快时尚的热门品类之一。眼镜消费的个性化、时尚化、品牌化、高档化的趋势日益显著，太阳镜早已被赋予更多的功能。海关数据指出，中国太阳镜主要出口至美国、中国香港及意大利等地区，由于男性和女性消费者对美容的意识不断提高，太阳镜市场目前正在增长。据 DataBridge Market Research 报告显示，在2021年至2028年的预测期内，太阳镜市场预计将以 16.88% 的速度增长。一款合适的太阳镜不仅能够保护眼睛不受太阳刺激，还能凸显脸型优势，衬托衣服配饰。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，太阳镜产品需求越来越大，其相关市场也得到极大发展。太阳镜市场的繁荣使中国相关市场取得了空前辉煌的成绩。目前中国太阳镜产品远销海内外，中国已成为世界领先的太阳镜生产大国。跨境卖家可依托中国强大的供应链优势，打造属于自己的潮牌理念。